过狗年说狗话，妈妈说好话，祝读者年好狗运，有狗赞。是你提的吗？不是讲好的，没有谁先提。但阿华要先给刻意的拍拍，在情人节暨小年夜前夕和交往五年正到翻的许维恩分手，这下狗年变单身狗了，希望他走出情伤。毕竟大家好像对我是有某种期待的。因此阿华对2018演艺圈期待最大的就是借个。真的是还在刚刚联系上的阶段。志玲姐姐和言承旭去年底被逮同住酒店情牵15年，终于又走在一起。阿华都想办起多事的亲戚催促志玲程序快婚吧。今年其实就是我们要再度努力，对，再度的这个加油。原来能不要再给我们压力了，我们自己会好好的规划。不只想婚的快点婚，阿华也祝明星们想生的得偿所愿，失婚的早日再遇幸福。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啊，就接受你回不去这件事情。最后祝苹果读者年狗年行大运，爱你年哦哦哦，啾咪。木瓜侠8点档下周四见。